在第42届香港电影金像奖入面，梁朝伟凭金手指第六次荣登影帝殊荣，但导演王晶批评梁朝伟在金手指演技过火，又认为梁朝伟应该主动宣布不再参与奖项角逐，将更多的机会留给年轻一代的演员。吕良伟今日现身老人院捐款活动，他接受我哋访问时话：伟仔嘅演技系公认，咁所以变咗各自努力，各自修恨，向自己心目中嘅目标进发。不过我就觉得晶哥有佢自己嘅睇法，如果调转佢会咁做咯。但每一个人嘅谂法同要求都唔一样，最紧要大家喺呢行用咗心去做好每一件事，口碑自然会出咗力。咁所以我就觉得我哋嘅演员向目标进发系一件好事嚟。